现在是2021年12月31号，也是今年的最后一天，都在这里。我是趁这个机会，现在是9:55，然后我是还有多几个小时就是要考到了，我是趁这个机会，回顾一下我今年所做的 3D Band 的 figure， 来跟回顾一下我今年的收获，然后跟这一幕来的同学所上映的 YouTube 的影片的分享，再回顾一下啊。所以其实看今年也是蛮丰富的啦，就是从回我看回我的历史哦，这个我的 YouTube video 其实都蛮成长的很多，很多也是都因为有你们，所以谢谢，真的是谢谢。然后在这里呢，我是要我们看看今年第一次尝试做啊，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些公仔，平均呢，每个平均呢，我一年整个月我做了12只公仔，这一年也是蛮多的，大大小小，然后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唐山，也是我今年第一次 3D Band 的公仔，然后是一个很大的突破，对我来讲真的是尝试了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challenge， 然后这个也花了我2个月多的时间来完成。这是 video 呢，是也是我开头第一次加入很多 animation 进去，然后结果呢效果是不是很好，然后你们可以看看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就也做了一些第二只公仔呢，也是这只我女儿的，我重新重做的这个迷你特工队的 Lucy， 然后我重新把它重做，然后给它有一个新的 outlook。这个是我这一只是我蛮喜欢的，这是第一次我 try 不做一些可动，但是不是很成功，虽然说是可动，但是真的是很 limited 很可动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做了一只在也是今年里面，我3月的时候我就做了这只有一只叫做Betty Boo 的公仔，一只女生的公仔那个是我朋友一个朋友叫我帮他做的，他很喜欢就是 Betty Boo， 所以我做了之后就把这只公仔交给他然后接下来呢就到了这个4月，一个月过后我就开始做新的尝试，也是第一次做有灯光效果的公仔，你们可以猜猜看是哪一只吧？没有错，就是这只狗吉拉。这只狗吉拉呢，基本上是那时候电影刚开始上映那个《Kong vs. Godzilla》，所以我就先做了个狗吉拉，这只狗吉拉是可以亮灯的，都那时候做的真的是我蛮不够仔细啦，回看这个 cable 啊这些之类的东西，还是很多很大的进步空间还是，但是这个是第一次我用全透明件来做透明的 filament 来做这个工程，这是 3D Band 的filament 是透明的，然后我把它上色给放大，第一个尝试我用亮灯的，然后当这只狗吉拉做完之后呢，一个月过后我就应该是一个月过后没有错的话不是耶，同在三个同一个月里面其实是几个礼拜后那个感觉来了，我就直接马上做这只继续做。其实这个 at the beginning 这个就是一个我的构思，说 Kong vs. Godzilla 然后你看它的那个 Sony
收音量啊，灯在点啊，然后就做手机的时候就做这个制图工，说他们是在一个对倒的场景，说但是他们是可以分开的啦，说这个也是一个突破对我来讲啊，说也尝试了很多那个wiring 的，学习了很多东西。去玩，去学习 experience 这个怎样子，有你这些透明的 filament wiring 这里，再找一些 LED 这样子，哪一种是最适合的。好，过后呢，我的孩子就 request 我做一只比较可以说是他比较喜欢的，就是这一只。这只公仔叫做 Albumo， 这个 game 是在那个是一个Brawl Stars 里面的 game 啊，那个手玩的 game 里面啊，为了做这只公仔，我也是因为做这只公仔，我也是刚用这个 game 来玩，也是玩了一阵子。确实尝试玩用这只公仔来玩，也是蛮不错的这个游戏，但是问题最大的是它很少人玩了，所以很少对手，就一直在等，每次都是要等，所以就过后一阵子就没玩了。这个也是在今年的五月的时候就做这些LBMO， 过后做完 LBMO 之后呢，我就继续把我去年想要做的东西做出来了，就是说哪一个呢，就是我这只也是迷你特工队，我第一只公仔是做给我女儿的，这个就是迷你特工队露西，然后我就做一个扮给她，其实他们一共有五只，所以这个是第二只，所以可能看看能的话，明年我会可能有机会的话，我会做第三只，它有黄色的，还有青色的，它是好像包林的这样子，有一色的，所以我会继续做这个 series 定下去，所以可以给它一个完整的系列。过后呢，我就在这个停了很久才有上upload 新的 YouTube 了，因为我花了很长时间来做这两只呆灯，基本上是这个也是我蛮喜欢的一套 animation， 然后从看一些这个功能是来自一个一些模型，人家做 CG 的，雕像啊，然后我就把他那个公仔的原图，然后模仿他的动作，来做一个参考，来做我自己的版本的这个 3D benefit 的，of course 他们卖的是 3D 雕像的是。不会发亮的，然后我在这边我加入了灯光效果，在他眼睛，在他地台这边荧幕有灯，做这两只对打，他们完完全全是，我觉得是一个大底台来的猫，两只公仔在对打，一模一样这样子的动作，我看得很喜欢，然后也因为没有可能买得到，因为蛮贵的。所以我就，既然我会用 3D pen， 所以我就开始把它做出来，然后真的是完成了这个心愿，也是非常喜欢的一堆工程，这个 Alan 跟这个戴阿莫，来啦，所以这个是蛮开心的蛮喜欢的一个公仔，一对公仔，都花了很多时间。
然后过后呢？过后呢，我就就来到了这一只Spider-Man versus Venom 啊，也是因为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开始就有做了一些Facebook Live 来做一些讲解一些 progress 这个东西，然后最近停止了因为在搞着年尾啊，需要很多东西要收拾，所以没办法抽这段时间来 update 这个 progress，所以可能明年我会再继续这个Facebook Live 或者是 YouTube Live 这只 Spider-Man versus Venom 也是一个很满意的作品，对我来讲，真的是感觉上它是真的是外面找不到的，这样子，可以说我唯一一只我亲手自己做的嘛，所以是唯一一只在这里。然后过后呢，我也做了一只，这个也花了蛮长时间的。然后过后我就做了一只哆啦 A 梦，这边一个哆啦 A 梦。然后我那只公仔是也是朋友托我做的，所以不很可惜的，它不在这里了。那这个东西已经交给我朋友，但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我的 YouTube 频道看一看，都是我都有做一些详细的 record 在那边的，可以发亮它头盖可以打开来看到里面的机械结构这样子之类的东西，都希望。这一年里面，新的一年里面可以继续做更多好的 3D 版的几个作品，然后再来分享给大家。也希望我可以有更可以做出更好的作品，来 sharing。就在这里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Happy New Year！愿总是身体健康。OK，Bobby，你有料，新也没有新的，没有新的病情了。OK，拜拜。